正话先至瞓咗咋，咩咁紧张啊？恭喜你就更要贺喜你，自从都督都战败归，满怀冤屈气，一短叹更长嗟，成日话孔明就捻化佢，怨地就又骂天。就病情日深意都游行孔明有书来向都督来请罪，仲话心病还需就心药医，包佢睇完就唔使医你，佢睇完就唔使医你㗎。大夫、啊、孔明诡计多端，又点会咁好心写封信嚟问候夫郎呢？一旦做得咁下气呀、啊。夫人你唔知得咁多嘢㗎啦，因为佢知道话都督份人呢，佢成世都好第一㗎嘛，佢况且一场老友，佢听闻都督有病啦，即係上个次讲曹兵83万人马下江南，都督当时佢因忧就成病，我睇住㗎啦，我睇住孔明佢写一个火字啫，咁就立即冇事啦。如果你唔信，我俾佢睇下，包佢色舞就眉飞呀、啊。又清夫啦。夫人相清何事？大夫佢接得孔明一纸来书，话问候夫郎喎，兼隔刻求请罪呀、啊。啊，孔明有书到来请罪？唉，仲使问咩？你估佢唔怕都督你奇高佢一着噶？佢一听到都督你有恙啫，佢就马上收函嚟到致意啦，嚟表达情谊啊嘛！哼，青睐而君。自书于东吴大都督恭谨先生麾下，睇下你又搞乜嘢？一字柴桑一灭，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良师以为不可，西川不可取，难道荆州你誓不还？益州文强地险，刘璋虽暗弱，以自守，今龙师远征，如转运万里，欲收全功，岂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后也。赤壁自起虽如王报仇灾，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曹乘虚而至，江南挤愤矣，量不忍坐视，特此告之，幸谁招奸，幸谁招奸。哎，咁乜嘢啦？喺个后门翻出嚟啦！咁唔得，佢个石头吞咗点得咧？
出人啊，咁啊点得咧？一跳上就黐底就点得噶？嬲得冇价值啦，人哋都知道对你唔住啦，咁就写封信嚟向你道歉，咁本来就算啦，咁点知你好嬲又唔嬲，系又嬲你又唔系又嬲，咁点至得噶？呢封系道歉信，系咯，问候噶嘛？问候，呢封系催命符啊，蠢错。哦，咁我又唔知啊。身啊，中大了志，只怪了多少人话，我真敢把手。我会经历着
我还那用了，还用了美人，只给亏我为敬啊咒，泪滴我终于受话说。我却被了那空那面那山那气，亏我和敬那酒翻那地塔少年少无知已，我愧无畏见，我明眼泪也泛，前吹得空那面，乃嘲话嘴，打。知道龙家成真盘也恨，我以前我吹呀些春，我家头话你那鬼把那鸡关，乃遭话事真知道，他奇高异作，难敌他妙算。神那惊现，我云苍天。几呀生啊周啊月，何生那空那面，同那事，我答见啊天，山同水前，敲耳悲鸣那夜。都不见声啊分，看见了那丁啊香，他就无话还，只也已我杀。呀见有个哥哥兼参定义偷啊步参啊次，我叫人啊怀呀你呀爷就把你乃尊你悲我才送那一单，叫我你叫你呀声啊，给你。
面朝廷丁逢雷门是他将军，你就一谈赞那年长年道，了之将士给年夜爱人之将士给年夜什么夏天阴晴我已经花姐别呀虽要中那心包我去终于是沙场卖不光说一个男儿居我大丫头我叫奶奶关系阿婆在这边是什么说的哦溪边道道这边是东吴地面啊啊那是东吴地面这边是什么所在？这边乃是荆州所在。啊！乃是荆州所在。卖个孔明，你个野头啊！怪不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真怪是画宝虚情，说话之间啊，好像有人有眼面见。